梦见别人生孩子。生孩子是一个艰辛的过程，梦见别人生孩子预示的是做梦者希望自己会有专业的表现，但是这也仅仅停留在愿望而已，达到目标所需要的艰辛和努力往往让你望而生畏。投资者梦见别人生小孩，预兆财运不错，冷静分析力在投资上起到关键的作用，还会有外快找上门来，支出方面控制较好。此外，考虑在自我的教育进修上投资会有不错的回报。上班族梦见别人生孩子，预示在工作上会逐渐得到较多的帮助，合作的机会增多，若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往往得益匪浅。恋爱中的人梦见别人生孩子，说明感情运不错，即使双方之间有问题也会顺利解决。